火鸡面。吃啥？芝士火鸡面。榴莲烩面，这五包五种口味面，8.9包邮哈，8.9。炸酱面，这几个口味都不错，都挺好吃的。咸蛋黄拌面，好了，今天过。这个大鱼饿的火车烤肠活动还有一天家里面哈，一天结束。这个现在排正合适。平时四十根，现在多剩五根，45根啊。另外多剩一个烤肠夹子，这个超好吃啊。很香。这个黑胡椒味的。